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方医科大学药学院的刘梦华老师。俗话说，自古岭南出好药。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岭南的那些神丹妙药。谈起岭南中药，还是要先从岭南的中药文化历史说起。南，由于岭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全年平均气温比较高，加上雨水充沛，河流众多，所以林木茂盛，四季常青，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关于岭南的中药资源，早在中国汉代，也就是公元220年前就有记载。东汉末年，广东南海人杨福所著《南医医物志》是现存最早的专记岭南社会风物风情的志书。尽管这本书不是医药专著，但是其内容涉及到了药用动植物，如橘树、豆蔻、橄榄等。他在橄榄中写道：橄榄生海南蒲榆间，树高丈余，其实如枣，三月有花生，至八月方熟，甚香。这就是橄榄。迄今广东人依然用它来治疗咽喉肿痛、烦渴、咳嗽痰多等病症。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东晋，在岭南历史上出现了一位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他就是葛洪。葛洪原籍江苏，青年时代起长期生活在岭南，熟悉岭南的地理风貌。他的主要业绩和著作都是在岭南完成的，故岭南人民没有忘记他，将他视为岭南医祖。葛洪的主要著作有《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抱朴子》是一部包括宗教、哲学和科学技术内容的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主要讲述炼丹、养生、气功等内容。在炼丹的实践中，葛洪发现了各种有医疗作用的化合物和矿物，如铜盐有杀菌作用，汨罗松有良好的防腐作用，还记载了硫、硝石、石膏等百余种炼丹原料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扩大了人们应用自然矿产的范畴。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他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用药部位及治疗作用等，均做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肘后备急方，书名的意思是可以常常备在肘后的应急书，也就是要常常带在身后的意思，是一本随身常备的实用书籍。书中收集了大量急救用的方子，都是葛洪在行医游历的过程中收集和筛选出来的。葛洪特地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弄到的药物，改变了救急药方不易懂、药物难找、价钱昂贵的弊病。2015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它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就受到了肘后背急方的启发。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屠呦呦和肘后背急方之间的故事吧。时间到了唐高宗显庆四年，也就是公元659年，由苏静等23人编修的《新修本草》问世，并由唐朝政府颁行。《新修本草》不仅是中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纽伦堡政府于公元1542年颁布的《纽伦堡药典》早833年。这部药典包括药图、图经、本草三部分，收载药物844种，详细介绍药物的性味、产地、药用等。值得注意的是，新修本草里面收载了大量的岭南药物，如蛇黄、郁金、茯苓、钩吻、槟榔等。新修本草内容丰富，取材精要，在当时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对国内外医学发展都起得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从唐朝至五代，记载具有岭南用药特点的书籍也多了起来，包括李寻的《海药本草》，李继高的《南行方》，李轩的《岭南脚气方剂》，和吴明氏的《岭南急药方》。《海药本草》是一部以介绍海外药物为主的本草著作，收集药物124种，海外产地的有96种，其中番药就多达50余种，如青木香、红豆蔻、零陵香、乳香、没药等。这些药物在现代应用依然非常广泛。到了明代，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对岭南药物的疗效大加肯定，槟榔、薏仁、藿香、砂仁等药物被称为药中佳品。到了清代，生药学家何克俭继承了清代以前岭南地区药物发展的成就，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岭南民间使用草药治病的经验，著成了《生草药性备药》一书。生草药性备药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该书系统地记录了岭南中草药311种，分别记述了它们的药名、别名、产地、性味和主治等内容，这也是岭南第一部地方性民间草药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随着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本草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成就的有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全国中草药汇编、中药大词典、原色中国本草图鉴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成为中药材和中药制剂质量的提高、标准的确定、
起得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天地感而生万物，每一物都有最适应其生长的最佳境遇。中药谓之道地，作为中国天然药用植物资源库，岭南地区的药物资源达4500种以上，占中国药用资源种类的36%。其中仅在广东省境内盛产的中药材便有2600多种。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2000余年，涌现了不少杰出的医药学家。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依据岭南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气候环境以及人们的生活饮食习惯，不断地改进前人的治疗方法，形成了岭南地区的用药特色。